要说李晨和范冰冰的秀恩爱行动还在继续中，听说啊，他们俩准备到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的婚礼上去抢风头了。范冰冰还说她要当伴郎，当伴郎，当伴郎呢。什么？范冰冰要当伴郎？小编我没听错吧？不过想想之前郑恺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自荐，好像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肯定邀请我们，然后我们都说我们要集体当伴娘，当伴娘，当伴娘。想想这画面，大黑牛李晨穿上伴娘裙，女神范冰冰换上伴郎服，倒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但画面美的小编都有点不敢看了。说不定大家期待一下吧，到时候虽然乐呵呵地向大家透露了些许伴郎伴娘的蛛丝马迹，可是黄教主对于婚礼的其他细节一干保密到底，这是要给 baby 一个大惊喜吗？暂且不论 baby 在婚礼上会收获怎样的惊喜，黄晓明对岳父岳母倒是提前开始讨好了起来。近日为某按摩椅做代言，怎能不送两把给父母们享受一下呢？还真是有，对，那个当时是有两台，一台是给我爸妈的，一台是给他爸妈的，还有一台是给吴宇森导演的，也送过。新闻在线北京采访报道。